这个是哪里拿来的？老师给我们的，还有怎么变一个房子的？对呀、啊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这是变，换这个了。怎么变一个小孩了？这个是什么？这个跟它一样的线。你看，变成一个小鸟，一个车子，变一台的车子。你看，怎么变成一个无心意、啊？小鸟，小鸟在这里呢。你看，在变了。小鸟在这里。它在变了啦。那变什么？这个小鸟。小鸟在这里。你看这个，不要这样啦。人家要念呢。小鸟要念呢。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？这个？那个是车子啊。你看。那个这样一半是房子，一半是足球。不要用到这个。是啊。你看这样歪一边，它就变成一半房子，一半足球。对不对？变得很神奇啊，对不对？真的耶。啊，怎样变房子呢？这是好像是足球吧？你看，难道它是披萨？哦，房子。哇，这变成了房子，你会变魔术耶。又还有一个意义。足球，还有加房子。对呀、啊，这个去哪里拿的？老师给我们的。你每一个人都有吗？对，每一个人都有。都有一样的啊、哦。对。哇。是变魔。那这个变成白色的了。哇，变成把一关起来。你看，你看。变成把衣关起来了，你怎么被关起来了？你看，也把你关起来了。你怎么把我关起来了？